颜渊第十二。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有己，而由仁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”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思语矣。”仲弓问仁，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成大计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庸虽不敏，请事思语矣。”司马牛问仁，子曰：“仁者其言也任。”曰：“其言也任，斯谓之仁矣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任乎？”司马牛问君子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矣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子张问明，子曰：“浸润之赠，肤受之素，不行焉，可谓名也已矣。浸润之赠，肤受之素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”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彼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时。”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及子成曰：“君子智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”子贡曰：“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，四不及舌。文由智也，智由文也。虎豹之阔，由犬羊之阔。”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何彻乎？”曰：“二无由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子张问崇德辩惑，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喜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祸也。诚不以富，亦之以义。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无德而食诸。”
子曰：片言可以折喻者，其有也与？子路无素诺。子曰：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子张问政，子曰：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子曰：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服。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政者政也，子率以政，孰敢不政？季康子患道，问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如杀无道，以救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对曰：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言。子张问是何如，斯可谓之达矣。子曰：何哉而所谓达者？子张对曰：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子曰：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至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人而行为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，曰：敢问崇德、修特、辩惑。子曰：善哉问，先是后德，非崇德于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特于以招之愤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于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问智，子曰：知人。樊迟未答，子曰：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迟退，见子夏，曰：相也，无陷于夫子而问智。子曰：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谓也？子夏曰：父哉言乎，顺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尧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子贡问友，子曰：忠告而善导之，不可则止，吾自辱焉。曾子曰：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